哎，你醒啦，小红豆，你好啊，好可爱呀，是不是知道姐姐要回来了，所以醒了呀？啊，爸爸去接姐姐了，过会儿姐姐就回来了。哎呦呦呦，笑得太可爱了，妈妈想亲一口，啊，是不是啊？可不可以亲一口啊？啊，嘿，嘿，咦，伸个小舌头出来干嘛呀？啊，哎，又流口水了，你也太可爱了吧！啊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别被口水呛到了，跟我聊聊天呢，好不好？别光笑嘛，最近怎么不说话啦？为啥呀？光知道笑啊哈，不咿咿呀呀的跟人聊天了。现在你跟他聊天嘛，他就笑，他也不回应你了，不知道为啥，可能就是到这个阶段了吧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嘿嘿嘿，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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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现在能笑出声了啊！咯咯咯咯咯咯，嗯。啊！哎呀，太开心！歇一下，歇一下，别老笑，休息一下。哎呀，笑的口水都要呛了。姐姐回来喽，听见开门声喽。哦，你回来啦。今天没哭。哈哈哈。你可以给我讲那个答。薯条吃吗？炸什么薯条啊？妈妈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好吃的，是什么？是上次你没吃成的。还惊喜呢？上次不是给你买了，你咳嗽不是没吃，给爸爸吃了吗？这回又给你买了一个。今天在吓着妹妹呢。妈，我没看到妹妹。哭太大声了，把妹妹吓了一大跳。的蛋糕像是个下面挂的石头的山，真会形容。今天刚到的新疆奶酪包，上次给他买的，他咳嗽，我也咳，我都没吃，给爸爸吃了，这回又给他买了一个。奶酪旁边都是奶酪吗？在里面白色的那个就是奶酪。这个吗？嗯，先喝点水吧，喝点热水。外面下雨。那个是烫的，我刚弹了。就是要趁热喝，不要了。妈妈不是跟你说嘛，再好吃的东西掉了、脏了就不要了。也太好吃了吧！这都是对半的家和幼儿园。家和幼儿园都很棒，是不是？是。嗯，不错。幼儿园就像你的家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洗了个手，迫不及待的就要吃了。还没吃过前几天吃糖被罩的。嗯。怎么了？这个表情。哪一块给你吃？不想给你吃，也要给你吃。不想给我吃，还要给我吃啊？你吃吧。既然你不想给我吃，那我就不吃了。不想给我吃，还要给我吃，为啥呀？因为你是我的妈妈，我要爱你。就因为这个？那为啥不想给我吃呢？是因为它太好吃了，是吗？是。你不吃我就吃了，你吃吗？吃呀，你给我的我当然会吃啦。小红豆，你姐姐也太抠门了吧？我要吃一口大的。这个边。都给你吃的下面都，我有还要有那个葡萄干的，奶，然后先来一口葡萄干，不然会化掉呢。等，也可以带葡萄干吃。谢谢，你还是拿在手上吃吧，免得掉桌上呢。跟我们小红豆就看着是吧？等你长大了，你也可以吃。谢谢妈妈。
不用谢，吃吧。如果明天三段表现再好的话，再给我弄一个。那你今天在学校表现好吗？很好。老师有没有给你奖励小红花呀？没有，啥都没奖励。为什么呀？我吃饭干啥都很棒。那别的小朋友有没有小红花呀？别的小朋友也没奖励。哦，那今天老师可能忘了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把那葡萄干那一面留着不吃啊？我吃完这个再吃葡萄干呀，所以这个是甜，这叫吓着这个吃。吓着这个吃是啥意思？你给大家解释一下。先把这个放到嘴，再把这个放到嘴，就这样就吃了、哦。这样就是吓着吃是吗？是。你这词用的厉害。好，你吃吧，我跟妹妹进去了，她一直看着你吃流口水。